Hey, how's it going?早晚往事，可今天是2022年9月2号，阿滴预计在美国会待10天。今天这支影片呢，真的是非常的临时起意。杜瑞瑞最近 PO 的影片都是他在美国玩耍的内容。那我本人其实这段时间也是要去新加坡工作的，可是我的那个工作临时被取消了。但是我有把假跟其他工作都已经排开了，所以我突然有一个很长的空档，不拿来利用真的是太可惜了。而且我之前跟杜瑞瑞闲聊的时候，他就自己问我说：“你该不会要来突袭我吧？”真的是非常有趣的想法。一方面看着阿滴过去常常抄袭我，另外一方面又看到他当初去美国突袭弟妹，那个流量实在是有够高，一夜起来90万。所以我认真的考虑了一下去美国突袭阿滴的可能性。那现在来看还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因为我的间谍是大千，我觉得大千一定会说溜嘴，而且大千的炒饭很难吃，大千感觉就会忘记或是报错房间号码之类的。不过当初杜瑞瑞自己有提到他在美国的时候可以免费帮我拍每天都想死的业配，可是每天都像是我们没有送纽约，我们只有送香港、澳门、马来西亚，所以我初步判断这个计划是蛮有可能性的，所以现在拍一个开头，而且我整个开头都在抄袭他。反正这支影片就是因为阿滴说他要在美国帮我拍每天都想死的业配，可是每天都想死只有送香港、澳门、马来西亚，而且现在1本960正在折折募资优惠中，所以我直接冲去美国亲送给他。今天9月8号，刚好没有人生日，没有人生日快乐！哇！有人去刷起来，生日快乐！谢谢。拉拉，你知道我今天要去哪里吗 ？Kibigo。去美国干嘛？抄袭。我要去美国干嘛？去把阿滴抓回来。抓回来？没有啦，我要去抄袭。啊，只是去抄袭了。对，去给他 copy。那你觉得我们这次的计划如何？很好啊，很好哦。对，你不会觉得太疯狂吗？有点疯狂，不过人不疯狂枉少年。超夸张，超级夸张，它好像是什么历史日历，历史日历有几天就有几页，所以这里有365页。拉拉，你读得完吗？读不完，会使带回去不？可以哦，盒子可以收。哦。天天开心，欢喜啦，欢喜！拜拜。现在到机场里面了，跟我上次来机场人少蛮多的，可能上次是因为暑假，真的超级少，基本上机场是空的。然后我的飞机不是直飞的，我要先飞到香港，再转机到纽约，总共会飞21个小时。杜瑞瑞，我希望你下次去近一点的地方出差。OK， 待会就要准备搭上飞机，我会挑一整个时区到美国。不过你知道要怎么身处台湾，却可以跟我一样换一整个时区吗？没错，就是 Surfshark VPN。感谢 Surfshark 赞助这支影片。那 Surfshark VPN 除了可以改变你上网的位置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加密你在网络上的身份，像是在饭店用笔电或是外出使用手机，都可以非常安心的使用公共 WiFi。那 Surfshark 还有其他功能，像是阻挡广告、恶意程式、网络钓鱼，这些都可以让上网变得更安全。上述的这所有功能，只要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在无线的装置上面自由使用，非常的方便，而且费用超便宜。最划算的方案呢，一个月只要2.21美金。如果用不习惯的话 ，Surfshark 也有30天退费保证。那这边 Hook 也有一个优惠的折扣码，荧幕上面的这个 Hook， 使用就可以再获得1.7折的优惠。一起来使用 Surfshark， 保障网络安全吧。为什么你要在厕所前面拍前眼？嘟嘟嘟就在厕所前拍的，发生了一点意外，我的飞机延迟1个小时，所以我现在来工作。其实因为临时要去美国，所以变得有点忙。现在刚好可以出影片。这个网络比我的班机延迟还久，可恶！这是我的餐点，2片牛排，然后玉米浓汤，大概赚了50块。红酒酱对我来说好像太成熟了，堂堂正正的玉米浓汤。第一次使用美金、富兰克林、安德鲁·杰克逊、汉密尔顿。华盛顿，我觉得机场真的好冷，我以后一定要在机场开火锅店，一定会赚。或是卖暖暖包，1个50，3个145，订阅我的频道可以折3块，出示这则影片截图可以折5块。我决定要来拍我的 OOTD 鞋子，
灰色的袜子 ，tattoo。我现在开始练习英文 ，nice to meet you。棉裤，巨人衣服，基本上穿的跟平常一样。现在开始背单字好了 ，a for apple。机场真的好空哦，我真的好冷，好寂寞。我这两个小时都没有说话。我原本以为自己是个话不多的人，但我错了，我重新认识了我自己。一个人出国好无聊。我现在完全就是在体验我老了之后的人生，没有人在我身旁，没有朋友，只能自己跟自己对话。请听内心的声音。你好，我是共生小偷，除了有孩子的收留电台。其实我不是很能理解他对毛毯做这种事情干嘛，不过因为我在这里面就是要抄袭他，所以我必须学习。他好像很害羞，我就很像怪人，他真的一直这样摸毛毯。这个机长很会起飞耶，好稳哦。我真的很想讲飞机餐的感想，但是工作日没有拍，所以我不能拍。飞机餐的部分会在其他影片露出。哦，我到香港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看起来很可疑，所以我一直被拦下来问话。不过我现在已经办完转机手续，大家就要去纽约。香港真的好近，所以我还没有睡着就到了，所以我没有睡得很好。有阿迪的台词，答是我第一次到美国，那也是我第一次飞离亚洲，小小紧张跟激动。等等，飞机上见。阿迪超爱这样，大家有发现吗？就他很爱这样，超爱这样。贵水，传说中的作业包，哇，超重，两种棉被可以选。是比较厚的被子。阿迪英文，作业包。是我的问题吗？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东西，我是要把它剪掉吗？可是我不能带剪刀上飞机啊。把它扯掉就可以了，就会分享。很明显没有搭过长途航班。哇哦，牙膏、耳塞、游泳可以用，漱口水、咕噜咕噜、眼罩、雷雷的50到1米，还有护唇膏、洗脸的东西。主意，枕头比刚刚的还厚哎，不愧是长途飞行。哇，举重不吗？但是又危险的举重。我被挂电话，一个人到纽约被丢包，现在在等神秘的人来接我。之前在搭短程的时候就觉得可以躺着睡很舒服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次太想抄袭都瑞瑞，我睡得没有很好，大概两个小时就会醒来一次。不过可以躺着睡真的很幸福，谢谢冲浪鲨鱼爸爸。哦，我看到他在用手机。哟，好没有默契，好，对啊，好没有默契，赶快关掉好了。美国工具人，他车到啊，他车子5分钟。好混乱，纽约第二个就这样子，欧妈妈。纽约黏黏的，现在已经要12点了，又很吵。对，真的好多叭叭的声音。我觉得你一个来纽约其实蛮危险。对啊，等到饭店说，这是纽约的街道，还蛮晚上的内湖。成功拿到房卡了，就有点紧张，因为这间饭店就是阿弟跟大千住的饭店。真的假的？啊，他住几楼？我不知道，会不会明天一打开门，哎，安妮的你家？他们住到今天，他们后面会换 Airbnb， 所以我们明天早上最好不要去吃早餐。我现在觉得 dangerous， 觉得 perfect。现在我还在睡，我怕会发生暗示，所以我想要直接去楼下突袭他们。大千跟我说封好了，我要叫大千问阿弟说你有没有想要干什么，然后我就会去送他想要干的东西给他。天啊，被突袭了！他们突袭了，现在是九楼，避免夜长梦多，直接去突袭他们。这边有报纸吗？我也想要买报纸。是要我们一送报纸吗？我们直接去，等下直接去。
梯长这样吗？我不可能跑错间吧？可是我刚刚敲门，里面的人有回我哎。好孩子听不到的声音，好孩子听不到的声音，不同吗？ Green Hotel 啊。对啊，719啊。所以电梯不一样吗？电梯我忘记了。好孩子听不到的声音。最后我有去跟那个人说对不起，但他开门好像以为我是走失儿童。谢谢善良的人。发生了一点乌龙，我以为我们是同一间，因为阿弟有给我饭店名字，但我好像订错区了，所以可惜要改名店。为什么我到纽约还在瞎忙？然后我们4点就可以去住最贵的 Airbnb 了。我遇到吗？猜猜怎么样？有两家 Green Hotel， 他们在另外一间。我明天再去。重点是他们的房号是真的有住人，差点被枪杀。明天才要突袭他们，那我今天就要保佑我自己走在路上不要遇到他们。好耶！我还穿了保佑的袜子哎。他现在还在跟我分享他的行程，说他们要去搭直升机，他叫我去新加坡跳伞。我藏得很好，我昨天 IG 线都还发我在喝肉骨茶汤的样子。我觉得我不要再贴齿了，所以我做了一点伪装，我没有穿棉裤，这样应该没有办法第一眼认出我。哪里有这种错觉？有好不好？而且他叫我拍这一段，他说他买了一个蓝色的外套，所以第一面比较不容易认出他，所以我也要。那要开始我们的纽约之旅了，坚持保佑。有人直接躺在这里。这是偷拍吗？很厉害，很爽哎。请问你这个片段怎么拍的？你一定是先起床然后架相机吧？你还给我那边伸懒腰呢？一下，这难道不是诈骗吗？这个世界还有王法吗？好，算了，我不要再讲，我有时候也会这样拍摄。杜瑞瑞，你那支影片有200万观看，里面有150万支持我看的。我那时候好像蛮早起就去搭飞机了，我现在一个人，所以我想说我可以简单来吃个水果跟果汁。哎，我手有没有对啊？这样有对吧？还好海关没有检查我手机，我现在看起来像杜瑞瑞狂粉。昨天其实睡得蛮好的，我觉得在飞机上睡不好，反而导致我可以在当地的晚上时间就睡着，所以也还不错。我昨天是从12点这样一路睡到七点多。啊，对了，顺便讲，这支影片主要就是我从台湾跑到美国，惊醒我妹。他就记录行程当中一些其他比较零碎的东西，像比如说民宿完整的开箱什么，我就放阿弟日常。没有停，因为我忘记 Hook 的分身的密码了，所以其他纽约的影片一样会放在 Hook 这里。你可以继续了。这支影片在阿弟英文上线之后，应该会日更一阵子。没有日更，做不了。谢谢他刚刚帮我出演这一段。我跟大千昨天已经聊蛮多了，然后我今天一大早我就收到黄特务的讯息，他跟我说突袭应该会很难，因为他们今天是要住 Airbnb， 屋主也会在，所以我去突袭的话好像会有点吓到屋主。我们不要乱吓美国人好了，我们昨天已经吓一个了，不要再吓一个，吓一个，翻耳机。他们今天会拍真奶对决，然后我请大千把他带到公园，然后我会在那个公园突袭他。我觉得他应该完全100%的以为我还在新加坡，因为我早上还跟他吵架。哼，等你看到我的时候你就知道，还跟我说什么来跟你团圆，我现在马上就去跟你团圆。超久很吃香蕉。等一下，我又少一段，这边有一个重点，香蕉要有点半。被香蕉抓到，香蕉整露出来，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他应该会非常的傻眼。我这次来纽约没有特别买新外套啊。Jackson， 你想要上镜头吗 ？Jackson， 哇 ，Jackson， 耶，呜，每天都想死哎，可以让人开心独立死的魔法吗？好漂亮哦，每页都有不同的插图，上面还有很有趣的历史解释。经历了那么长的飞行，也没有被摔坏耶，该不会可以这样子放在地上吧？哇，它会震了。嗯，业配我自己，因为我在美国花太多钱了，谢谢大家。反正他真的很棒哦，他就是一本手撕日历。特别喜欢这一页的话，你可以不用伤害日历本人就把它撕下来，锵锵，可以好好的保存这一页。因为狗有两只，所以我带了2本日历出国。Hi Barry， 哇，他还传黄特务的照片给我看，说黄特务在赖床。不，你看到他手上拿什么了？手机，黄特务正在跟我密谋，想不到吧？紧急状况，现在事情有点小麻烦，因为阿弟耍雷，所以他们的行程一直改。但现在总之我要去突袭了，然后不是公园，哇，这真的是会紧张哎，这跟求婚哪个比较紧张？我赶快戴上我的眼镜。霍克利斯要走，霍克利斯很慌张。
现在真的是有点微紧张，他们就在对面的哈利波特店家外面，然后杜瑞瑞现在在玩手游的样子，还好他极度沉迷于手游，过个马路就遇到他们，还好我有换装，连我自己刚刚看相机都有点认不出我自己。我要绕一圈，因为我会正面迎战阿迪英和，我要从后面来。我现在是全纽约走路最快的人。天啊，我真的要疯掉，是真的要塌塌了，我现在觉得自己超疯的。阿丁，你想看书吗？我好想看书哦、喔。看书什么意思？看什么书？图书馆呢、欸？图书馆。对啊。可以是最后一天。好。我他妈废了。Hey, how's going?你们在这里？你们是跟我？你们怎么在这里？吓死人哦！哎、欸，你在这里。好厉害哦！我恭喜你啊！有哎、欸，有中哎、欸！你不是要拍业配？哇塞！哎，我轻送哎、欸，因为我们没有送到美国哎、欸。哎、欸，等一下，你不在新加坡吗？我骗你啊！所以你假讯息，他还发假讯息。对，我们群主说什么？我在新加坡，什么飞机好远哦、喔。对、欸，你不是叫我团员啊？对，团员呢、欸？啊，你自己说叫我团员呢、啊？哎、欸，好扯哦！我可以一觉醒来有90万吗？可以，就觉得所以你跟他串通哦、喔。我跟他串通啊。我反拍你。我昨天到了，我原本昨天要去突袭你，结果敲错饭店的门。然后就说好，那我们现在敲你的门。然后就过了不一阵子，然后说你有听到我敲门吗？我就说没有，你要敲大力一点。过了大概10分钟都没有任何声响，我就说你要敲大力一点。你直接打那个门，因为过10分钟完全没有任何动静，然后他就问我说：“哎、欸，你们电梯是长这样吗？”然后我就发了一张我们走廊的照片给他，然后说：“哦，我们住在不同栋。”差点被枪杀，都是因为你。那我现在去买热狗堡跟蜂蜜啤酒给我。好，全部都买给你，谢谢你。快点给我看你的浴室，我要抄袭你的影片。每天都想死，现在折折募资中，募资期间到10月底，敬请支持。为什么要在浴室结尾？折折募资中。好啦，用心啦，大家买起来，真的掏心掏肺。我不会称赞人的黄大千都这样讲了，而且我跟大家讲，这里面每一天都是记载，就是历史上重大事件。翻开5月8号那一页，会有阿迪变魔术的插画。才不会，赖死！你是周杰伦呢，整天在变魔术。你们两个就是周杰伦旁边的小弟。对啊，你们两个是周游记的小弟。